我们的艾克看起来想要三摊下来干咳哦，我们要控好线。 干嘛？两个闪，吸奶，跳不起来。对啊，我被缓了。 这锤石很强哦，又要找我牌了吗？我觉得锤石又要找我牌了，好快快，我们中野有点穿了。 Time for a true display of skill. Yeah, yeah. 不要啦！要吃饭啊！没有拔屎，他是按治愈啊。 哇，他好强哦，他是。 他让 AD 很舒服哎，说实话，他是让 AD 很舒服啊，一手拉拔我，不过有点不妙哎，那我觉得我这波不能再推了。这局就是运气上好，可能 LDL 还是 LPL。不是 LPL LDL 会从头开始打的吗？ 好好打的好乱哦，这一局。
哇！因为双我们的那个上路在搞哎，哇！有希格斯配这个先锋之眼，到底要怎么爆啊？ 节奏里面拉着走，我们上路看起来有点像演员，不是很妙哎，老实说，完全就是拼中哎，太赌了，太赌了，这个是完全的拼中，对啊，踢错人了。 这波要慢，就是纯给 buff， 然后等等。这一下来了没啊？哇，贼挺，一直拼。 地龙没有加伤啊！前面放推啦！哎，练习生不能嘴炮吧？ 你今天想踢我？李信应该会用墨汁踢我，他会先 Q 那个 ，Q 到我反而没有差，要 Q 我队友，我兵被往右拉嘞。 哇，他们配的好差哦，不然我会飞出去的。呵呵，你妈死了！峡谷怎么那么凶啊？他没有拿错人呢、啊，我开听人啊。82啊！峡谷之电也太凶了吧！ 8胜2败黄铜3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爬多久了。